感谢大家支持，本频道即将突破30000订阅，于是我们来一个慢问快答。冠贤，可以还原一下隐藏事件的前因后果吗？前因后果就是阿我就怕被骂，会加入 K 区吗？真希望阿贤更红。我只能说前者有机会，我不把话说死啦，但有机会。后面我也希望啊，就是有钱大家赚嘛，对不对？我也要赚啊，不把话说死啦。有机会啊！下一个人生小目标是什么？买 M3。 会开高雄粉丝见面会吗？我就跟你们讲了，高雄只要我哪一天放假没开台，就是到高雄的各大百货公司找我的身影。你找到我，那就是你运气好啊。你没找到我，那就是下次有机会，下次一定。我只会在百货公司出没。会在失去米珠内吗？零。没有跟婉婷和好了吗？和好了，还行。什么时候跟婉婷结婚？不知道，明年看看吧。目前钱不够用，不想回到过去吗？认真的去重做一件当初最后悔的事。不要隐藏，很烦，就是不要隐藏。会加开 call in 唱歌环节吗？会唱吗？如果可以带婉婷一起上台北吗？那要看她有没有那个意愿吧。可是我以我的能力，在台北可能活不下去呢。是不是不该对朋友太好？看是哪一种朋友吧。如果是普通朋友就算了吧，应该只是普通朋友而已。退风狗九 Q 跟我说什么啊？我退风狗跟他们两个也没有关联啊，他们又不是桃 gay。长得不帅要怎么拿捏女人？幽默啊，风趣啊，好笑啊，贴心啊，很多方法。不觉得俊佳很可爱吗？俊佳就是我们的好兄弟。你觉得你跟婉婷会邀请观众去喜宴吗？我们两个其实是不太想办的，因为太花钱了，没有很想办。虽然说人家说喜宴好像会赚钱，但我不知道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，好像说会赚呢。如果有办，如果没办的话就算了吧，我不会想办。什么时候折俊佳的宗旨？等他下次在车上睡觉的时候。阿比跟九 Q 选一个，选冠伟。婉婷跟米珠内选一个，选婉婷。想问冠贤真正最想做的事情，工作。真正最想做的工作，如果是有那种在家打电动就可以赚到很多很多钱的那一种。哪时候看到你对肉肉态度对待 ET， 像是骂干他、干你娘之类的？哦，不要啦。我已经改头换面了，我已经对天发誓了，就是我不会再骂任何一句脏话。我已经对天发誓了，我骂人是要用一些那种，用一点技巧骂人，用一点技巧，例如说你好像没读小学之类的这种，我们要讲话要有点技巧，说话的技巧。可以展示一下萤火虫大战的含金量吗？爱显显哦，不行啦，萤火虫这种东西就久久一次的。你每次都一直萤火虫的话，那下次大家不看了，这样子我要再想新的，很麻烦。就是久久看一次就够了，不然每次都要一直想新的。可以跟诺诺玩黑箱级吗？不知道你们玩哪一个 QTE 玩的比较烂。你好像没看我玩劲舞团或者是那个 DVD 哎，看我超准的好不好？感觉你假混呢。阿贤，我买麦当劳都会轮到我才开始想点餐，这样我是好贤宝吗？那我会想要赏你一巴掌，如果你在我前面的话。如果要签 M3 可以难修车具吗？难修起下面。好啊，大概二十年后要不要？我会买。20年后。什么时候去换间公司待？工厂这间公司还行啊，就是如果没有特别的其他的规划，就继续待工厂。啊，如果有特别规划，就去做其他事嘛。这间工厂很好了。最近过得好吗？每天过得很充实，就是都没有睡觉。我觉得过得不错呢。你懂阿嬷的含金量吗？阿嬷牙齿都掉光了，感觉要装金牙才懂她的含金量。ET vs WT 内裤颜色，最近可能都有红色有粉色啦，就是我喜欢红色，红色会感觉我会很 lucky 幸运。很想知道你跟龟狗 Big D 怎么认识的？龟狗是以前大概我国二的时候吧。打 CSO， 那时候其实打那种野防一般场就有看到这个 S 什么开头，然后 C 什么的，就觉得哦，这个感觉蛮强的，有点实力。然后之后就那个橘子就会办比赛，办呢他们之前会办比赛，然后就刚好我们就缺一个，就想说不然问看看他要不要，然后之后就跟他这样认识了。
就觉得干这个人有点强。然后皮格迪好像是之后玩 CSGO 跟龟狗玩的时候才认识的，龟狗先认识阿庆的，然后之后我玩的时候才认识他。高雄好乞讨的所在，那就是冰冰姐那首歌唱一次就知道了。假如你去北部发展，你有谁可以投靠？龟狗、阿 B、K 七，好像也差不多这几个哎，没了。可以对镜头舔舔吗？舔舔，不觉得每次你凯瑞队友都没有什么称赞，但其他人偶尔秀两下被吹捧很解吗？还好啦，可能他们已经看习惯我秀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如果没有再更精彩的那种表现，他们可能已经懒得吹了。就是我把打那么秀的话，他们可能也看腻了，就觉得很烦。这个人总是这么秀，谁是欧文？我不知道哎。请问阿贤，等你50岁年纪大了，没办法靠这种赚钱，有什么规划吗？有点太久了，其实我现在就有点没办法靠实况赚，不用等到50岁呢，我26岁就有点没办法靠实况赚钱。我的规划现在是在工厂上班，如果延续这个规划的话，会延续到大概我60岁。要怎么样才能像你一样帅？像我一样善良就好了。我是一个很善良的人，善良的8+9，可以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吗？哦，我觉得我最近真的需要照顾一下身体，就是我很常很晚睡或睡很少，最近可能真的需要好好休息一下。凯奇跟回声选哪个？都可以，看哪边不错，可能是追随冠伟吧，也许 maybe M A Y B E， 冠伟在哪？我会搭，我都会搭。为什么不找九 Q 或龟狗打我 啊？他们那边就找六都5个人，也不需要我啊，他们都满人。刚好5个。阿贤，你上次闲聚高雄人数不够，有没有机会中部办个闲聚，让南北好选法们都能一起来啊？可是统筹办这个我觉得很烦呢。就是可以的话，就是像那个去逛个夜市，你们自己来夜市找我，这样感觉更好。统筹办这个感觉很麻烦呢，会很累。今天设米清了吗？还没。我想问你认为？我要回去帮忙家里的忙，菜市场肉摊每天做5小时，差不多可以赚4000，还是尝试自己能力可以做什么工作？建议20岁大学毕业，想听阿贤的看法。每天5小时赚4000的话，如果是月休8天，那我会选择去家里帮忙、欸。如果是这样，如果休息日是正常的情况下，我会想回家里帮忙，就是5小时赚4000，我开台10个小时也不一定赚得到4000呢、欸。我觉得你要想想看呢、欸。就是如果家里的肉摊是很稳定的话，我觉得你可以去把它接下来。想听跟婉婷的恋爱史哦，反正简单来讲就是我是学长，我们同科系，她是学妹，然后就是我的帅已经在我们的科系，甚至是全校已经是魅力无法挡的状态下，她一眼就看上我，懂吗？就是。全校已经找不到了，就是他一眼看上我之后，然后就哦，熊康熊胖想要认识我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、哦、那时候后面大概要排10台浏览车的女生在等，可是他就是狂插队，插到第一个，所以就看中他了。